为我们颁奖的将是往届的相应的冠军、季军和亚军。首先有请2011届季军钟勇上台。 在宣布之前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？在宣布之前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？那就请钟勇为大家宣布吧。啊，季军是崔哲。恭喜崔哲，祝贺他。请崔哲上台。 是的，我们得知有两位选手的生日就在今天，还有一位选手的生日在下周，他们就是王力宏、陈嘉盛和张文月。让我们用掌声把这三位寿星请上台来。
说的话。其实是想对在座大家说的话，其实我是就自然是就过生日，我最大的愿望其实就是站在这个台上给大家唱歌。虽然说很遗憾，就是没有机会唱第二首歌，不过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遗憾，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参赛或者在别的机会给大家唱歌，谢谢。